愿三位一体的上帝赐给你们足够的爱去接纳人的不完全，也接纳自己的软弱，并赐给你们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挑战。愿全能的神赐给你们丰盛的恩典与平安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。哎，等一下分组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讨论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七章，或者是。